男生我可以有时候可以骂一下凶一下，女生真的会对，还是要忍一下，因为我们看的还蛮多的，但重点因为我自己带的球员都是女生，但重点是他们有那个养成的那个过程，他们可能比较没有，但是可能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吧，差不多了也就该骂了，对对对。上滑，在上滑啊？怎么了？他说的林炳胜的事情。好朋友，未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对啊，也就祝福他吧，对，因为他现在也离开我们联盟了。然后因为上华一直都我觉得他很优秀，又能主持，然后又很多元，然后又是非常聪明，所以我觉得以他的智慧他一定可以面对很多的困难，对，他会越来越好。